好多神仙啊。看什么这么入迷呀、啊？天蓬元帅，两头四臂，手持三天火印，臂中和长矛，好生威风。无极殿中朝元图，几百神仙，个个神采奕奕，形态各异。原来天上的神仙都是这么开会的。跨越700多年的壁上流光溢彩，现如今依然能够感受到斑驳的震撼。八仙之一的吕洞宾，他的故事就藏在这里。这是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图，他描绘了吕洞宾一生的游历，好像都能听到他们的论道了。重阳殿是为供奉王重阳及其弟子七真人的殿宇，这里的壁画像连环画一样，讲述了王重阳的一生。他们凝聚着古今工匠的精湛技艺，是古代壁画中一部伟大的杰作，被誉为东方画廊。传世之美，贯通古今，穿无极之门，观壁上丹青。